我不叫人讲有班会，我是比较不建议，因为人家初学者的人，如果懂得这条，无伊无展览哈。啊，管你们有意见，你要搞，你要搞，有下个礼拜，咱若下个礼拜五来上课的时候，肯定礼拜六就要准备用。啊，咱是这个礼拜来决定咱要安那。哎，有没有意见？是要交钱的人举手。交钱的，我们一个嘛，我们一个嘛。啊，交钱交出力，我是觉得更多会开多少？交啊，他一个交多少？我可以知道的。啊，你每晚交多少？每晚大概应该哈，在200跟300之间呐。因为可能因为这一次我有跟老师讲过，以南去盖的时阵是三个展览室，啊是不是展览的人嘛真多？哎，咱这届的时阵，咱嘛较隆重吼，成都像黄同学大哥讲吼，我们花一年的时间吼，来筹备这个这届，所以很慎重，啊嘛，好了，干嘛讲，很有看头吼，啊，所以我是咱大概的时阵是讲，比较小份，啊，可能我妈老师讲，三个展览室可能人会更多，对，啊，可能物件就会较侪一撮，啊，不然就是讲。买好得来光顾讲，咱是开偌济钱，再跟大家说会这样子，安尼好嘛？好，好啦，好好好。节省为原则的哈，买的东西就是不要花太多钱，能够有，像因为我们中午还要请他们吃饭嘛，所以我们基本上丰富一点是没有错的，但是就是说不要花太多钱，不要买一些太高贵的食材的哈，所以点心。就是点心而已啦。对对对对对。就是茶会呀，老师也是三个班。对，都一样，都一样。我有跟他们讲。是咱这班的时阵，是咱这班的来。对对对对，没错。他们在统计下，家里没有不能用电脑。对对，家里没有电脑可以用的人，请举手。有没有？没有。你老师你知道明天再去买一台请拍我都是安尼一半我今天过来恁查囝遐准备要吃饭啊是这样要不要来以后我是有啦应该我是两个都要吗这两个而已啊大家都有见面我一直叫我讲因为吼好奇这么厉害啦阿妈跟我买卡好我无要买，哎呀，啊真害啊！我无人要卖，面子拢无要给你。啊，你无甲提，哎，你无甲提，你三千多来。加个球，像我这个，来，我这个不能给，这个这个。那现在我上面可以，这个是我印过的，给大家。